天下午跟这个律师在这个办公室大概有谈了一些什么？接下来这个明天出门再来谈吧。因为其实那个高院这边已经收到抗告状了啦，他们说最快明天就会有新的裁释，会不会有可能说你担心又要再去开家庭？接下来攻防策略还是会一样维持不知道吗？